我还是站着讲哈，因为当老师不太习惯坐着讲。谢谢倪校长，谢谢各位今天来听这个讲座。其实我是惶惶不安，因为我已经很久没讲课了。大数据我们每天都在讲，但我们在学校里边，你讲一个名词的时候，至少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大数据究竟大数据是门科学？究竟大数据是个工业，还是究竟大数据是个商业？所以这是今天我想和大家来一起探索的问题。当校长当了久了呢，就养成个坏毛病。什么坏毛病呢？就说我是常常给别人出题目。教授就是这样，你们研究生啊，老师都给你们出题目。所以今天呢，其实你不要指望在我这里能学到什么东西，什么也学不到。我会扔一大堆问题给你们。也许你们可以写论文呢，我也愿意再带你们做论文啊。那么其实任何一个行业啊，任何一个字，你都可以把它和科学、工业、商业相关，但是常常非常有用的或者有趣的行业呢，都和这三个都相关。比如说我们航空，航空大家知道，那航空就是航空啊，飞机飞上天。那航空背后有非常非常深厚的科学基础、理论基础，空气动力学。你要去学了那个的话，你才知道飞机为什么那么大一个铁坨哈。我太太是搞物理的，她常常坐飞机就说，她我就搞不明白这么大个铁坨它怎么能够飞起来。这个只有学了航空动力学，才能把它搞定飞起来。但是你光有科学没有用啊，要有一整套工业。我们现在 C19 也要出来了，美国空客啊，这些大工业公司，他们就把这理论最后变成个产品啊，变成飞机啊。各种空气动力学是门学问，飞纸飞机也是空气动力学，那赚不了几毛钱，那他们就要变成一个东西叫你来买卖啊。这就是飞机工业就出来了。那有了飞机工业以后，这个飞机对于你我一介草民在社会上不能吃不能玩，所以你还需要有商业，这种航空公司啊，我们的国航、东航或者美联航、阿联酋航等等等等，这些航空公司他把飞机买来变成一种合适的商业模式，叫我们的消费者能够享用这个东西。所以这整个是这么一个过程。比如再举个例子，像石油，大家一说石油，哎呦，石油很不得了。石油背后就有地质学，为什么地底下会有油，什么地方会有油，你怎么能找到这个油，这个学问就大了去了。但光有这些学问没有用，对吧？那我们有中石化，有美孚啊，世界上 Shell 这种公司，它就是把你们这些博士生硕士生请去，你们理论都学好了，就知道在哪地方去打那个孔，把那油怎么可能给我搞出来。但是油搞出来以后，你我来说看着黑乎乎的石油没有用啊，那我们又有商业，它最后以加油站这种形式再送到你我这个消费者手里。所以你看又是三者相关的。那么今天我们讲大数据，那现在就在问了，大家每天听到的大数据，你所听到的大数据的什么东西？你听到的是大数据的科学，还是听到的大数据的工业，还是听到大数据的商业？这是我想今天，如果今天从这儿走出去，你把这个问题基本搞明白了，我想我们今天这花的一个多小时的目的就达到了。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谈到大数据，基本上哈，用英文讲叫 data mining， 这每个搞 computer science 都在搞，或者叫 machine learning， 或者一个叫物联网，基本上都在搞这些东西。在我来想，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把数据变成一个产品。比如说物联网，刚才讲了，倪校长讲了，我是物联网的所谓专家啊，手机科学家。我们物联网干什么？就是把物理空间的各式各样的信息变成数据。至于这数据拿去是吃还是喝还是买还是卖，还不关我们事。我们把这数据搜来，你在哪里？下一个 bus 在什么地方？等等等等，我们做这个事情，把数据给你搜集来，或者变成一个比较好的形式。那数据挖掘呢，就深一点。有很多数据了，我们想看看在澳门什么人容易得高血压，什么人吃什么药高血压效果比较好，
这就叫 data mining， 就数据挖掘，就是找数据中间的相关性，那基本上是从数据里边再挖出有用的数据来。所以说来说去，如果你承认这些关键词是你每天听到，一说大数据你晕晕动动的，什么是大数据啊？我们在做 data mining， 我们在做物联网等等等等，今天我想 FSC 的同学不少，那基本上首先他不是在讲科学啊，也没有在讲商业，或者有一点点商业，基本上是在搞一个数据化的数据，把数据当作个产品给你搞出来。但搞出来以后，为什么这个数据产品要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然后这个怎么能吃能喝能买能卖也不知道。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讲大数据的时候，基本上在开发一个数据工业，这是好事。但是数据工业如果背后没有科学支撑，肯定走不远。数据工业如果没有商业来推销来市场化，肯定的数据工业也没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角现在 missing， 缺乏。所以今天这是我想坐在这里和大家，不是坐站在这里跟大家来探索，就数据科学该不该有，数据商业应该是什么样，这是我们下来30分钟40分钟要讨论的题目。所以第一个先谈数据科学。好了，谈数据科学呢，我们先谈谈科学。科学大家知道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啊，我们的 FIT， 我们邓初夏教授，那么他常常是非常有趣、非常有用，是吧？那么我们先讲讲最最简单的科学啊，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文理各个同学都有，有些老师同学，我自己科学也忘差不多了，我们就回到高中啊，你高一、高二，牛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只要上过大学，至少高中物理知道学过牛顿。这个有一个人叫牛顿，几百年以前在做苹果树底下坐着，看见苹果掉下来了，他就总结了总结，就总结出你中学学过的牛顿三定律啊。这基本上里边就说他怎么想呢，他有这么一些想法，他说世界都叫质点组成的啊。如果大家听中文就很清楚啊，叫质点啊，英文叫 particles。质点就是世界都是这些小质点组成的，苹果是个质点，这杯水也是个质点，大大小小都是质点。然后这些质点呢，就是在碰来碰去碰来碰去啊，你在中学解过很多题，两个小就蹦一碰啊，动量多少速度多少啊，等等等等，这整个的世界就是这些小球在碰。那么具体来说，如果说到具体一点，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掉下去，因为我这个质点掉上去被它挡住了啊，为什么你的脸上这块皮没有掉下来，因为这里边的分子它的质点被吸住了，等等等等，这些小球碰撞吸引就导致了整个世界。这个想法比较粗糙，但基本上还可以。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说，他现在想的就是质点，就是有个质量有速度 XYZVXY VY VZ 还有的位置，基本上每个质点就有这个七个数，你只要把这七个数一定，这就是一个质点了。那实际上有多少质点，这个大数据来了，我们发现世界上如果你把原子看作，因为他牛顿没有说什么是质点，反正那个质点越小越好啊，我们就把原子看作质点好了，那实际上大概有10^78到10^82这么多质点。讲的稍微深一点，如果下面这句话你听不懂没关系，如果你真正学物理的话，我们就认为给定个物理系统，你告诉我现在有多少质点，每个质点有七个数，我可以建立一个偏微分方程，我把偏微分方程一解，我可以很精确地说这个质点会怎么飞，那个质点会怎么走，哪个在哪里，哪个在里，为什么你爸爸喜欢你妈妈，为什么赵伟向来的讲课都是这些质点蹦来蹦去的结果。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偏微分方程维数太高了，10^84为，再大的计算机就把全世界的沙子里边的硅都拿出来提炼做计算机也解不了这方程了，对不起。所以这个，所以这里边就其实这物理走着走着就出现了一个大数据问题，这数太大了搞不定。那后来怎么办呢？有一个俄国人叫门捷列夫，他看了看，就是化学，大家都学过化学元素周期表啊，我把这化学元素周期表从这个牛顿的角度给你翻一下，什么意思呢？他说虽然这10^84的这些原子电子们碰来碰去，
但其实他们运动的规律都非常局部，非常简单，基本上电子就围着原子在转啊，哪些电子和原子组成了一个所谓叫分子的东西，和别人的结合大概也就那么有限几种。所以他一总结，世界上虽然这10^80这么大，但它们相对来说它的类型就这么100多种元素，这些元素的互相组合就组出了世界出来了，这就叫化学，这叫化学，你们高中都学过。所以说白了，也就是说这个门捷列夫把这么一个大数据你人无法解的，他给你压缩了，压缩到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哎，一滴硫酸跟一滴水放下去会产生什么结果，你不用去解的分成了，因为它的作用就那么有限多种，非常有限，比10^80少得多得多得多。那后来化学进一步发展变成生物，那就更不得了了。这个我们有健康学院的同事在这里，我就是稍微讲两句，那就是说为什么你爸你妈能生你，就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基因，他们两个的基因一组合就是你的基因了。这个基因什么东西，就是 data， 就是2G 的 data， 你的一个小小 USB 可以装下。这里边不敢说它决定你100%，基本上邓初夏我不知道这么讲不对，大概你的生命的10有8/9就是由它定了。这个我是有人是给我做过全基因扫描的，你们可以拿来我做试验，我告诉你我的 privacy。 他们做完以后说，赵伟，你的心脏、你的肝、你的胃都大肠子小肠子都没问题，你将来眼底会出问题，也就是80岁以后我眼睛瞎了，你们都慰问我一下啊，这是真实的，就看了就是说你的这个眼底的一个基因是有问题的，其他的基因都健在，所以基本上它是可以给你算命的，而且甚至还可以控制将来，就是说，哎，你的比如说你希望长高一点，眼睛大一点，把哪个我们邓初夏教授给你调一调，眼睛就大了。现在我成天叫他找有没有一个减肥的基因啊，哪个基因给我调一调，吃就成天不想吃饭，人可以瘦下去。所以又是大数据，又是大数据。所以想说这些科普的话，就是说自然科学，我们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等等等，包括什么地质、地理，基本上都是对数据进行追踪、进行压缩、进行解释。因为今天是研究生大讲堂，我想这个我们的研究生，你们天天做的就是这，你们的我们叫老板啊，你们的导师成天跟着数据条采出来了没有？好，采出来了，为什么这个curve是这样啊？如果发现说，哎，这个curve这样有个新解释，你的一篇 science paper 就出来了。所以说来说去，自然科学跟数据发展息息相关。那么数据其实在科学之外也是大量有的，你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污染的程度，我们 PM2.5 现在有多少了，我们交通，我们画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为什么是棋格形的呢？我们的股市上上下下就是数字啊，我成天跟我太太讲不要操心了，股市跌了就是那个数字小了一点，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互联网，你看着这一张很漂亮的图，这个网是全世界所有 IP 地址互相连接各种网，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不是一条线，不是方的，不是圆的，为什么是个网状的？包括我们政治选举，那成天就是点选票嘛，还是数字，是吧？社交网络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科学领域方面，大数据无时不刻都存在。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数据是否应该遵从一些普世的规律？一般人说不会啊，你的基因的数据就是基因的数据，哎，你这苹果掉下来就是物理的数据，你赵伟在这讲话讲的中文这也是一种数据，等等等等，这数据怎么会有普世规律？这点呢，给你们科普一下这个物理。搞物理人我们相信什么呢？如果一个系统定义好以后，如果边界条件定义好以后，它的系统的行为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那我们是什么系统？我们就在个宇宙中，是吧？无论这宇宙是几多少多少万亿前来的，我们生活在同一样一个宇宙中，我们基本上人就是两条腿也飞不到月亮上去暂时。那么在这个宇宙大系统中，在它这个边界条件下，它所表现出的各种自然现象用数据表征的时候，我个人应认为它应该有些规律，应该有些规律。这个你们说校长你这是忽悠了，
我的女朋友我就看着这张照片喜欢，哎，我妈妈看着那个男朋友喜欢，这怎么有什么规律啊？这个我们来试试看，我不敢说有，要有的话就不是我在这讲了，我就不再说九七三首席科学家，咱们就世界上第一号数字科学家了。我们来试试看。那么首先这个数据科学呢，它是需要有的，因为有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讨出它的一般规律。但这里关键是在观念上有个转变，过去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是把自然的东西当作研究对象，比如研究物理的我是研究这个石头啊等等等等，研究地质的就研究了地下的石头，研究石油的研究那些石油挖出来的东西，对吧？研究航空的就研究这个东西怎么飞起来，包括化学包括生物啊，你们就是研究细胞的等等，你们都是研究天生就是自然物。这个数据它理论上讲它不是自然物，它是自然物的一种表象，一种表征。那这个表征我认为首先要把它当作自然体来看，因为它来自于自然体，它来自于我们这个宇宙中的自然体，它天生应该自然，没有理由不自然。大家可能问，你在这胡吹啊，校长你现在要走了这么忽悠我们，叫我们去研究自然数据科学，没有数据科学怎么样？没什么了不起，牛顿没有生之前，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造了伟大的长城，秦始皇不懂牛顿物理，孟姜女也不懂，孟姜女她先生也不懂，长城今天还在哪儿？摩门台啊，真的没问题。所以没有数据科学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没有牛顿物理，虽然我们可以有伟大的长城，大家可能会同意飞机、计算机、电、火箭这些现代东西通通都没有了。所以是的，没有牛科学我们可以生存，但是有了科学我们大概可以生存更好或者更坏，有时候科学也造恶。所以可以想象，我们今天我刚才讲了，我认为现在我们的所谓的大数据就是在做一些大数据产品，那就是在没有牛顿物理之前我们不需要懂力学，我们照样可以把长城盖出来，那也是个产品啊，这是土木工程系的一个产品，但这个产品实话实说就很笨，很放劳力。为什么我们孟姜女哭得死去活来？就她先生工期太久嘛。我们今天中国造高铁分分秒秒造了多少了？那些大桥，要是要孟姜女那个时代，你想看多少孟姜女先生，多少孟姜女都哭死了，那大桥能造出来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牛顿物理，所以我们可以造得快，造得好。那好。我们就现在来探索一下这个一般规律究竟有没有。我给大家先举个例子，首先我说有，给你先告诉你第一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数据都强烈的表现为对称性。你看那个原子绕着电子那个电子绕着原子在转，你的女朋友那张照片是对称的吧？中国人讲究写对联，为什么写对联？我们就写个横幅算了，我们要为什么要对联？我们的太阳系包括我们造的城市基本上也要横平竖直吧，北京还讲究，你看北京的中轴线啊，三环二环等等等等，它对称的吧，天上飘着雪花，你说它有什么理由它要结成这个结晶会是对称的？就是我们民工随随便便砌堵墙，你看那个墙也是横平竖直是对称的，为什么是对称？所以在我们这个宇宙中，我们这些自然人利用自然界所做的一些东西，无论是自然做的还是我们做的，这个雪花总是上帝的作品吧，这个美丽的女孩子是她爸她妈的作品，这个对联是你写的，这个墙是我们的工人砌的，时时刻刻无时不处的处在一个对称性。比如说我们这个教室为什么不把那边多造一点这边少造一点，为什么一定要你对称就看着舒服，但为什么你看着对称舒服？这个你看第一条规律就已经摆在这里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就是牛顿了，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苹果掉下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引力在背后说不出来，引力摆这个就是一个苹果现在在掉下来，你看是牛顿当时看苹果掉下来，现在我们看所有的数据都是对称的。所以在座各位，你们有机会成为
数据科学的牛顿，如果你能够解释为什么对称。那么搞科学除了你要解释的一般规律之外，一般还要分个类，比如物理里边我们最后分力学、电学、光学等等，那我们也对数据做一个简单的分类，我们看能不能分，分了以后看每个子类有没有一点规律。比如说我们先找一类数据，我叫个体的参数，就是 我一个人是个个体，一个学校是个个体，一瓶水是个个体，对吧？好了，我们就比如说就以人个体做一个个体来看，那这个人有他爸他妈、籍贯、年龄、体重、血压等等等等，有一系列参数。好，我对所有这些个体的参数做总的统计，比如说我们看大家的体重怎么样，我们看大家的身高怎么样，这些数字摆在一起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规律叫高斯率，也就是它在分布上符合正态分布。这个我想你们如果稍微在座，我想在座各位大多数理工男了，他基本上就这样，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般 binormal 的这个 distribution 一般是很少见，基本上是 normal distribution， 这是为什么我们都命名这个分布叫高斯的。好，你说这个我们平常都知道，说一个大家平常可能不太注意的事情，个体的轨迹，因为个体在空间中要动的嘛，这瓶水我给你了，我今天在这里走来走去，这都是我的轨迹，甚至一些抽象的轨迹，比如说我读过哪些书，我今天在读哪些书，明天在读哪些书，我今天在和哪些人谈话，明天在和哪些谈话，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构成轨迹，是吧？就记录下来我今天和这三个人谈话，明天和哪些人谈话，最后你发现这个轨迹就是说它的随着时间要变的。这个轨迹呢有一个很强烈的特征叫局部性，基本上客观来讲你不信试试看，比如说你今天收到的 email 从哪些人来的，差不多明天还是那些人给你送 email， 这个集合的变化是缓慢的，它是变的但它是缓慢的，不会说今天张三李四给你 送 email， 明天这些人一封不送了，后是另外一堆人给你送，这个集合 是缓慢变化的。 你今天和哪些人打电话，跟你明天和哪些人打电话，这个集合变化基本上缓慢的。你今天就在澳门大学在我们 EO4 走来走去，明天基本上你还在圈里走来走去，这个突变突然之间出差去了，小概率事件，随着轨迹有极大的局部性，就包括我们计算机内部这个程序的运作也都有这种局部性。第三个就是其实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背后就我觉得道理越来越深，但什么道理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了我就说我就是牛顿了，叫个体之间的关系。什么叫关系呢？就是说比如我和我儿子那叫父子关系，我和在座各位是同事关系，我们就简单吧，谁认识谁，我们中国人讲认识，我认识阿破，阿破认识可能认识这个副校的校长，副校校长可能认识一个老师，这个认识的关系我们把它画一张图出来，谁认识谁中间就画一道线，谁认识谁中间画一道线，那么 这就出了一张图了，就全世界60亿人口，谁认谁就画道线，谁认画张图了。这个图出来，发现有所谓小世界现象。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图是非常集中的。数据研究表明，基本上人通过6个人就可以认识全世界所有人。啊，刚才倪明显说了，说我的 boss 的 boss 的 boss 是美国总统，那中间隔2个人我就可以认识美国总统了，其实你们通过我也就隔3个人就认识了所以看小世界，所以基本上这个图的直径也就是说最长的一条线，从就是 A 想认识 B 找最长的通过中间多少人，大概是6个还是7个就够了，不会是一条线，不会61个人一认识二，20认识3，一直到60亿，他不会的。这世界不但是人和人之关系，几乎所有的关系网都存在这个小世界现象。为什么？不知道。所以我说了，今天你要说讲演，其实很惭愧，我只是把这些现象提出来。但我想说的是，那这些规律，这些其实已经在那里，但怎么解释，怎么把它变成理论，我们还没有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有了数据科学，能知道了为什么
在这个宇宙中的数据是对称性的，为什么有小世界现象，为什么个体的参数会是高斯分布的，为什么个体的轨迹是局部化的，等等等等。我今天只举些例子，那我们对使用和处理数据一定会做得更好，那样的话会促进我们的数据工业和数据商业发展。否则我们今天的大数据就是2000年前秦始皇在盖长城，是有用但是很笨，我们的子孙2000年以后会笑话我们啊，就像到时候可能也有一个李校长、王校长在这里说，你看当年澳门大学搞大数据就是在盖长城。好了，这说了数据科学，那最后花几分钟跟大家谈一谈数据商业。因为你科学搞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很好的产品做出来，造得又多又快又好。但是又多又快又好造好了以后总要有人用啊，那这就是搞商业。我想今天大概有些 FBA 的同学或者文科的同学可能对这更感兴趣，这方面我完全是外行，但我也是提出一些问题来跟大家来探索。首先什么叫商业，我认为无利不商，咱们先想明白，搞商业就是要赚钱啊。如果你做善事，那叫慈善业，就商业就叫 profitable sharing， 我是要跟你先享用分享一个东西，但是分享过程中我要获利，这才叫商业，没有一个商人叫你免费用的。那在数据方面，大家现在常常看到的是两种人，有一种人强调隐私，说这个数据是私人的，谁都不能碰啊，强调这个数据隐私，这是你天天在报上讲怎么来保护隐私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类人讲得非常冠冕堂皇，共产主义式的，所有数据公开，应该免费使用。其实你仔细看，在这个其实就是已经进入所谓分享，就是其实跟商业有关的。你在报纸上无时不刻，你要仔细想，是这两个群的人其实是在吵架的，是在吵架的。那么这两个观点对不对呢？好像都对啊，那数据是私人的，就应该谁也不能碰。但是你现在想想看，如果我们还在几千年的农耕时代，我们当时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个农民自己种自己吃，不做任何商业共享，你说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吗？不行，因为你整个的这个啊，等会儿讲，因为你整个的这个生产要发展，就是要大规模。也就是说种苞谷种得好的你就多种苞谷，你棉花种不好叫别人种，然后你用的苞谷跟别人去棉花去做交易，互相做贸易就好了。如果你种苞谷又种棉花，就小生产它这搞不好，这个我想我们同学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现在的数据工业对于强调保护隐私的人结果什么呢？这就是大家常常在街上可以看到的一个，这是真实照片了，一个街上会什么装这么摄像机？我是搞物联网的，物联网其中一部分就是搞摄像头，啊，把这个图像采进去。为什么要这么多摄像头？这是因为我们的交通局说我要监察交通，他装了个摄像头。我们学校保安想看看保安情况，装个摄像头。可能什么澳门的什么警察局，他又装个摄像头。大家都不共享，所以就造成就造这么多摄像头。这个情况就跟我们5000年农民自己既要种棉花又要种蔬菜又要织布，小农经济完全是一回事。很显然这个效率是极低的，资源是极大浪费的。所以不是说私隐不该保护，但是强调私隐不共享造成整个社会效率低下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就倒过来说，那就数据公开了，数据公开很好啊，大家的数据拿出来免费分享，我们把这叫共产主义，挺好，我也很信奉。但问题有了，刚才倪校长讲的，我来自 Texas 是一个搞石油的地方，大家设想一下，其实在中国一样，我们南海有石油，我现在告诉你，我们中国的南海石油对所有中国公民开放，谁要打就去打。在座各位举举手，你认为你会获利吗？对你有好处吗？没有。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谁会获利？有钱的马云哈哈哈大笑，哎呀，我这个钱多得没出去，现在这个打油国家不再管了，我就赶紧买钻井台去砰砰砰地打，那肯定是这样。所以当一个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或者是私人资源都拿出来免费享用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要贡献，每个人都会享用，但在真实情况是只有有钱人才会获利，你跟我没有那么大的资本，我怎么获利？那大陆现在共享单车你看就已经有了，我们应该说大陆的政府非常开明，我跟我们唐小琴院长谈过，唐小琴说共享单车这个事在澳门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是免费使用那个行人道， OK， 你在免费使用的行人道，好了，现在免，我觉得大陆可能珠海政府就说，哎，这行人道可以免费使用，你们谁搞共享单车谁来，大家看看，你跟我开得起共享单车这公司吗？开不起，那几个亿的钱先砸下去抢市场，那根本不是我们能干的事儿。所以当所有都免费使用的时候，只有富人获利。给大家举个具体的例子，谷歌，我常常买它的股票，因为这股票涨得很好。你看看它的获利，2016年四季度获利是241亿美元，不得了的数字。谷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你说到任何一个公司，比如说你到福特汽车厂，那你在门口可以看，他可能把轮胎啊、钢啊、铁啊一车车拉出去，最后造好汽车一辆辆开出来。你到谷歌公司门前去看，他什么东西不拉进去的？这个公司没有 input， 但它只产生钱，好像在里面在印钞票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每次用谷歌的时候，你一搜索赵伟，你一搜索澳门大学，一搜索数据科学，你那个东西是留下了数据，谷歌知道了在澳门有人对赵伟感兴趣，谷歌知道了在澳门有人对澳门大学感兴趣，这个数据搜集起来他给卖了，他免费使用了你留下的数据，一分钱不花，这就是谷歌钱的来源，就这么简单。所以免费使用数据造成的结果是富人越来越富，贫富分化会加速。所以说数据完全不共享，完全隐私也不对，免费使用也不对。那我想大家明白我想说的什么了，那我们的就需要数据工业商业。所谓的商业就是没有人再能免费的用别人的数据，通过公平的交易让人人都获利，买卖双方都获利。因为我实在不是搞商的，所以下来呢就给大家说一说。那说到此为止，如果我的口才还可以的话，大家可能说校长我相信你了，你最后讲也讲得好，数据是应该买卖，以后我们不再说数据要隐私，我们也不再免费给人家，谁来要数据咱们坐下谈谈，签个合同我把数据给你啊。那问题就来了，数据是不是能像白菜一样这么买卖啊？你到珠海地摊上，哎，这颗白菜2文啊，钱一交你就拿着走了啊，这个是我们概念中的数据就这么回事嘛？但其实不然，这背后的挑战和刚才我说的数据科学一样，有极大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 IBA 的学生，我们的法学院学生，你们都有活干啊，都有活干。比如说首先是买卖就有个市场，有一个人愿意买，有个人愿意卖，对吧？老太太在那摆个地摊，就这个市场。这个市场里边，在传统的商业市场，那卖出方是强势，是少数。我们都要买手机，谁把手机卖给你？苹果、华为和三星，世界上就这三家了，他们极少数，但他们非常厉害，资本非常多，什么霸王条款当啷当啷，成天欺负你。所以需要我们政府出来保护我们的弱势多数。你跟我挣薪水不太容易，好不容易攒了几千块钱去买手机啊，他要保修什么，所以政府要有一系列规则来保护我们弱势多数，来使得强势少数虽然他们获利啊，但是也不能暴力，也不能太欺负人。这是基本上现在商场上的一个
不是潜规则，这是明规则，就是得这么做。但在数据市场上不一样了，谁有数据要买，是我的血压值可以卖，你昨天和谁打了电话的那个数值可以卖。所以提供数据者，数据的产生者是弱势，但是大多数。我现在把100万人珠海人的血压值卖给你，你不要啊？想要数据的是强势少数，这个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所以在制定这游戏规则的时候，原来的规则就完全都不对了，完全都不对了。所以这个我不细讲，但是下面给大家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买东西过程中也不是简单的，基本上你要老太太的买个菜，基本上你得有信心这个老菜就是老太太的，不是从隔壁的老大爷偷过来的，对吧？然后呢，中间要闻一闻，尝一尝，掰一掰，看一看，最后一手交钱一手收获。买完以后如果回家一看白菜是烂的，还跟老太太去看看要不要再换一个，还有个售后服务等等。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所有权问题。这个买菜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虽然也不需要一个什么政府证书，那我可信的，那买大东西要买个房子就有房产证了，就是证明这房子是你的你才能卖。但如果你看这张照片，这个是一般在超市里边常见的情景。你现在进了超市，特别我们女士注意，你们打扮好一点再去，你时时刻刻会被拍。为什么？这是真的，因为商店在采集数据，他就要看你在这货架面前待了几分钟，他会故意的说这是一些红的那些绿的，看看你是买红的还是买绿的，是摆在上边的买了还摆在下边买了，包装是5盎司的买了1盎司买，他时时刻在采集数据。他有权利采集数据，但问题他照着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归谁？是归这位女士？是归商店？还是归装 camera 那个人？就我们现在这个 video camera 在这里，我就得问问张慧琴总监，现在把我这照了，你说这个 video tape 归我归你归澳门大学，还是归我们这个房子？其实是这个房子是澳门政府的，还是归澳门政府？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定义的。特别是在这种互动型的数据，就是一般来说你的血压值这不是互动型的，那就是你的，这讲得清楚。但其实现在有商业价值的常常是这种所谓互动型的，就是你在一个场景中的活动，人家想抓你。包括你在谷歌，你在谷歌留下那个数据是互动的，你和 search 引擎在互动留下的东西那是有用的。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整个这个商业过程，广告测试购买数据，商店应该什么样？好了，校长说了，我们科学搞不了，我们搞商业，我们明天开个数据商店，天下第一数据商店，第一 shopping mall for data。 但它应该是什么样？实话实说，在座的很多年轻男研究生、女研究生，特别女研究生，我就先替我们的男士向你们请求一下，我们男士最怕跟太太们到shopping mall。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们讲话讲3个小时我不累。你看习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讲19大，3个小时不累。我走进shopping mall，我那个腿就走不动的。我情愿把我的信用卡给我太太说你去买，她还不高兴，一定要陪着她去。但是那个设计shopping mall的人拐来拐去，哎呀，这个就是累。所以怎么样来设计这个shopping 过程，叫数据？因为我想在座的女士可能会同意，这个 shopping 过程是一个，对于女士来说，我不是歧视女士啊，就对于有些人来说吧， shopping 过程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大家很高兴，不管你买不买，他就要挑挑挑挑挑。常常我去买东西要买裤子，按照号码把你把买走了，我太太会看10条20条，一条条看过去。最后来我发现了，就是他就喜欢这样，就像我可能喜欢看本书听音乐一样，他喜欢这样。这个我并不是说这不好，那就是说那买数据也应该是也是人类活动一个过程。怎么叫这个过程可以大家变得很高兴，就像你平常买个 LV 包一样。所以这些过程其实在商业界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回答。那最关键的，你商业要公平。我们秦始皇发明了度量衡，使得买卖才公平了。中国有这个秤这个东西，这数据可以称不了啊。我现在采了100万人的，比如说澳门大学100万人的这个澳门的几十万人的血压值，我采好了，身高采好了，那我怎么叫卖呢？
我为什么我这个数据比你好，是什么地方好，这个问题又是个大问题。最后谈一谈这个跟我们 FIT 同学有关的，就是售后。在经济学里边有一个极简单的原理，说校长你现在讲了半天了，我们数据所谓有市场，所谓市场就是有供需啊。我们习主席一直在讲的供给侧调整等等等等，就是说你要根据需要来调整的供给侧，你要供大于求要出问题，供小于求要出问题，它基本上要达到某一种的平衡，这样呢大家都能获利，经济才能发展。但是在经济上一个最简单的最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供给必须有限。如果一个东西它供给无限的话，那这东西一定是不需要买卖的。如果这东西无限有，那你就去拿就是了，凭什么要买，凭什么要卖。但很不幸的呢，我们搞 FST 的哈 Computer Science 今年有些学生，我们过去几十年工作的非常辛苦，有一个事情我们花了最大的力气，在座各位都在充分的享受，就是我们对数据的复制的代价几乎降到了零。今天您分分秒秒把一个文件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 USB 把一个 file copy 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代价几乎是零。也就是说你今天把一个 file 变成两个版本，变到两个 USB 上去，变成到四个 USB 上去，时间几乎是零，代价几乎是零，几乎不要钱，这个就麻烦了。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把一些数据卖给你，放到一个文件卖给你，你明天一 copy 可以 copy 成十份都卖出去了。这卖到这十个人，每个人再 copy 十份，就111份就在市场上流通了。这么流通下去，要不了几天，全世界都有这数据。你我再卖，本来我10块钱卖给你，我再卖恐怕一分钱都卖不到，谁也挣不到钱。所以现在有一个反技术要来做，我们要对数据进行有限控制，要做数据的限量版。也就是说我如果今天给你一份文件，在技术上我得确保这份文件就是你有，我有，我有一份你有一份，你也知道我不会再卖给第三个人了，你也知道你拿这份文以后你可以卖给别人没问题，但是你卖给别人你就自己没有了，你也不能再卖给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都不行。这个是和我们过去 computer science 人搞的几十年完全相反的东西，但是必须要做这个。所以这个呢当然也有些办法，这个都需要来探索。比如说一个可以是中央式的，那也就是说任何人需要数据你就到，就像我们图书馆这样讲，图书馆我若害怕你拿着书出去 copy 的话那怎么办呢，我搞个图书馆，所有的书都在那里，你要用书的都到我这里看，看完以后你走人，这书永远在这里，你看的过程中我在监督着你，你只能看不能抄不能复印等等，这样的话保证这本书永远只有一本在图书馆，基本上就这个道理。但图书馆这么做已经很难，如果全世界的数据都要到一个中央的地方来进行使用的话，这显然非常不方便。那么很显然应该做分散式的，做分散式这个就难了，对吧？我现在把个文件给你，我怎么能叫你不能复制？这个技术上也有些办法，最笨的办法我就把这数据硬化。怎么硬化呢？与其说我给你一个文件，我就送你一个手机2000块，文件在里边，然后把这手机做死，你只能看，你永远也打印不出来，这个数据2000块卖给你。当然你现在要把这手机整个打开芯片叮叮咣啷搞是很麻烦，那个成本太高你不愿意做了，就照着你复制很难。那么在软件上现在也有一些办法来做，但这个呢就是我觉得 FIT 要写一二十篇博士论文都可以写得出来了。过去我们写博士论文是怎么来降低这个复制的开销，现在倒过来说我怎么做博士论文叫增大这个复制的开销，叫复制几乎成为不可能。最后讲得远一点，可以用量子计算的方法等等在进行编码以后，使得这个复制也不可能，所以这也是可能的。那么总的来说，数据商业，我们刚才讲了数据科学、数据商业。那数据商业其实里边有很多问题，很遗憾，本校长这方面根本不是专家，所以只能把问题点出来。
从法律所有权、商店、度量衡到限量版技术等等，都应该有很大的突破。所以应该说，我们今天讲了数据，大数据今天基本上停留在我们有数据工业，这个数据工业应该说是原始的、粗糙的，和我们2000年前秦始皇盖长城的概念差不多，啊，是有用，是很大的努力，但是很笨、很原始。但如果我们能够发展数据科学，那我们肯定可以做得很巧，效率可以极大提高。如果再辅之以数据商业，那整个的数据将会更好的造福于人类。所以大家常常讲生不逢时，哎呀，牛顿几百年就生了，要不然我现在坐到树下看着苹果掉下来，我是牛顿。您今天有机会，你们都可以成为数据方面、大数据方面的牛顿和卡内基。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初步的介绍和大家交流。下来我们大概应该有些时间可以 Q&A。OK， 好，欢迎大家提问，谢谢大家。互联网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叫互联网？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研究生啊，就你看到一个词汇，看到个问题，一定要稍微想一想，至少弄清它的学术内涵。这 Internet 这个字，你看它的 I 是 capital， 是大写，这个字在1980年的英文字典是没有的。你到我们图书馆，叫潘馆长给你把1980年的图书馆那个英文字典拿出来，这个字不存在的，这是个新的英文词汇。那么大家也知道，俗称啊，我的老爸老妈就上网上网。你说什么上网，就把计算机连起来网。那如果计算机连起来网，我应该可以叫计算机网络，但它不叫计算机网络，它叫 Internet。当然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大数据关系不大，但我是从这个例子，其实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你们答不出来也不稀罕，邓教授很厉害。我马上又要去了，我去年去开乌镇的世界物联网大会，世界物联网的互联网大会。啊，我们的国家主席啊，什么总理都到那，那不得了的一个大会，他们叫我上来，我就一上去我就问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在讲互联网，这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大家知道互联网是什么意思吗？什么马云呢、马化腾坐在底下，没有一个人举手，啊，就是邓教授讲的是对的，就是 Internet 这个字是 Inter，Net 是网络，它叫 Inter 的意思是把各种小网连成大网。而且它连的过程中是非常有机、非常巧妙，使得呢，它的这个技术障碍几乎是零，几乎是零。所以你今天一封电邮送到美国，送到我的手机上，你跟你太太维切尔就是这个互联作用。因为这个网，它是个物理的东西，它都属于人的。我们，你比如你今天在澳门大学，这个网归我，啊，你如果回到你家里边，那个网可能归中国电信等等。那这些网互通。通道可以无阻无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么现在你讲的这个大数据，那么怎样来管理，对吧？你说有采数据方，有买方，有卖方，实际上这里边呢还存在一个上级部门或者由上而下的 bottom up to down 的这样的管理方式，那么这个东西怎么来体现？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法学院和，所以你得换换你的 faculty 到 FSS 去，你不再是 FHS。 这个我们是公共行政和法学院。其实你提的问题很关键，我其实我这个是 slides， 其实我们没时间展开讲。比如我刚才讲了，我们就讲个具体点吧。我现在把数据留到谷歌的引擎上了，啊，今天赵校长讲了，这很不公平，谷歌偷用了我的东西，未经我允许就把它卖了，所以这管理就来了。但这管理也是个艺术。那谷歌如果今天说好，谷歌现在低头认罪啊，向澳门人民道歉，你们用谷歌以后每用一次，我付你2分钱。这个管也管不灵的，分2分钱他寄给你，你也不要是吧？你烦死了，你说拿着2分钱支票，我还得到银行去存这个款，啊，所以这背后可能就我会觉得就是公共行政方面，他们有一系列办法来掌控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你提的问题很大，其实这是今天我想说的，但很不幸I don't have answer。 就是说包括像这所有权，这所有权说是容易啊，你怎么来实现？对啊，就有一种情况就说呢，就刚因为数据不共享，
各种各方他都在想办法采集数据，这样大家就会形成很多的死的数据库，是就完全是 duplicated， 大家都没办法使用的这种，这个浪费也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怎样来协调管理这个问题？是 ，yes。智能家居和物联网这个概念，其实我们说了很久，不管是国内还是世界，对不对？可能就是很长历史。就算它现在市场很大，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那么如果说它的发展，我现在能够制约它的最大的因素可能是哪些？就是制约物联网或者智能家居它的一个最大的因素。这个确实是这样，所以首先恭喜各位，因为今天是研究生的，将来人的请坐，我觉得将来就是我们 computer science， 我想我们不知道有我们 Philip Chen 在什么地方 right？ 刚刚走，我们 computer science 或者说 computer science 和 data science 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区别。我就做校长，我就跟你讲吧。我们对 ICMS、对健康学院、对 IAPME、对 FIT， 我们投入钱都很大的。OK， 实际上我们对 IT 方面投入很小，我们不需要什么大设备，我也不需要什么核磁共振器啊、什么离子器啊，什么都不需要的。我们要的就是人的脑袋瓜。所以这个数据、智能和计算机行业经整个 IT 方面的发展，人才缺口是急缺的，在美国这方面看得很清楚，就给大家这也是一点数据报出来，因为你最后你人才也是可以买卖的 ，OK？ 那最后在市场上很明显，我离开美国现在十年了，那么计算机科学老师的薪水大概涨了70%，其他行业我想大概最多涨30%，就根据通货膨胀在涨。就计算机行业薪水是其他行超过通胀的100%，就所以这个就反映了这个对人才的需求。但是说到智能哈，我这里还有另外一道题，所以今天是 Professor 赵给你们讲课，这一道题 multiple choice 哈，大家选一选。A 是计算机可以解决的问题的数字。你就当100万、200万、1000万，反正你随便想一个数字哈。B 是计算机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数字。现在我问你是 A 大还是 B 大还是一样大 ？No， B 大。B 大。B 大。说 B 大的举手。哦，看来 majority 我们澳大人很厉害。这个 answer is correct 是 B 大，是 B 大。这是有科学证据可以说的。所以一方面就是你看 IT 来势凶猛啊，好像分分秒秒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可能都会代替你们的工作等等等等，这个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前两天还在讲，现在大家都喜欢当医生，我觉得低端的医生分分秒秒可能就被一个人工智能的医生代替了，这是可能的啊。我的司机啊，分分秒秒可能就无人驾驶车就出来了，这是可能的。我会说低端的律师，我们在这里没有法学院，不是我触你眉头，低端的律师分分秒秒可能也就被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律师代替，是可能。但是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在科学角度来讲多得多得多啊，这不是我在这儿，这句话是有科学根据的，不是随便讲，这不是随便讲啊。为什么呢？我就如果你们有5分钟啊，听我耐心把这个科学根据讲完。计算机解决问题是靠一个程序，对不对？大家对程序有这个概念，对不对？程序是什么？就是一串英文字符，对不对？是有限长的一个英文字符，对不对？同意我这说法吧？比如程序说，如果今天下雨，我们就怎么样？如果对方下棋黑子动到那，我就怎么走？所以程序就是一个有限长的英文字符，它不是无限长的。那每个字符就是26个英文字母了，加减乘除了等等等等，所以字符是个数是有限的，所以我其实可以把每个字符换成一个数字，对不对？比如说我一共有200个字符，我就用0到200来代替 A， 比如零代替 A， 一代替 B，C 代替 D 等等等等，对吧？所以我把一个程序拿来看，就是一个大大大大的整数，对不对？所以计算机能解决的问题就和整数是一样多的。不多不少，当然整数有多少很多啊，你说无限多个整数。但
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呢？你们都学过函数的，所谓函数就是给一个数 fx 给一个 x 出一个 y 是吧？函数有多少？那你说那看 x 有多少，我就 x 就在整数上取。那很显然大家知道，在整数域上的函数是和实数一样多的，所以如果你要解决的问题就等于你高中所学那个函数一样，就每一个函数都是你要解决的问题。那这个函数的个数就是 b， 至少是比 b 还小一点。那计算机能解决问题就是 a， 计算机解决的问题就是整数，函数的个数至少跟实数一样多。你说实数比整数多了多少？多了无穷多个多，是吧？给定任何一个整数，我都可以有无穷多个实数在那对应着你。所以你计算机没解决问题，我们都给你带来了另外无穷多个问题，还要再叫你解决。所以大家一万年以后还有饭吃，还有工作，没问题。只是处于被动的状态。您从科学家的角度讲，这个被动的状态能不能被技术所打破？我觉得可以，而且是应该。其实这是我今天想讲的目的。就说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糊里糊涂做，换句话说，没有数据科学，可能这种在数据工业中的垄断会越来越持续。当你有了数据工学以后，大家都知道用科学的方法怎么可以产生更好的数据，做出更好数据产品，这个垄断就会被打破。你刚才说 Google， 我们用 Google to search for something， 我们的 track 给它收起来，它可以用来赚钱。不过 Google 有个 cost， 它 set up 那个 platform 的 search engine 好贵的，它不是 make 100% profit， 它还是要 assume the cost。 我想同意。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尽管它的 search 引擎非常非常贵，但是它 overall 它的 profit 就那么多啊，这个 number is right there。 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讲这个 big data， 你好像 assume data 就是 useful， 我们 research 的时间就是 data， 可能是有用的 data 是 signal， 没有用的 data 是 noise。 因为要是你去 search， 你要买东西，你可能 click，他们叫做 click per cost， 还有你可能不买，你看 ，and then you may say action， 你要买了，就 click per action， 所以里面应该有 noise 跟一个 signal。我们 engineer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意见的。I agree， sit down。其实 ，thank you。So no more questions from Jackie So， but it's a good question。其实我刚才讲到了，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当我们5000年以前没有科学的时候，那我们的祖辈们看到那个粮食可以吃，看到那个羊可以吃，我们就用这些自然体来喂饱我们 ，we survive。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你想，我们今天的手机是什么？大家知道手机里边的芯片是什么做的吗？就是你海滩上的沙子。那我想我们祖先见到那些沙子，这沙子 no use。但是感谢我们搞化学的人，搞材料工业的人，他就把那个沙子的 silicon 拿出来，最后就变成这么高级的手机了。当时我想，如果地面上流出这种黑乎乎的油，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油可以跑汽车，是吧？黑油脏死了，躲得远远的。但是当 science geology 发展起来以后，石油的科学、石油的工业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就有 gas 啊等等等都出来了。所以我想 ，yes， 现在有些 data 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自然体来看，其实这就是 purpose of science， 就是说可以 explore 更多的 usage。So you're right。现在请刚举手这位第三排的 professor。现在大数据都是大公司在做 ，Google 啊，马云啊，那么我们大学教授怎么做大数据？那个一个分支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够把大数据给 patent 吧，不让他们用，或者他们非买你不可。其实倪校长不在啊，其实，我做个广告啊，给倪校长做广告，给下来的校长做广告。其实澳门大学我们组织了一个创新研究中心，
创新研究中心里边，我们就有一个大数据中，它里边有好几个 institute， 有一个就是大数据 center， 我们现在 center 的主任也找到了，啊，当然等开张的时候本人已经不在了，然后明年我知道的他们明年或者后年将推出这个 data science engineering 的 master degree， 而且这个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它放到一个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没有放到 FSC 呢？就是希望这是个 multidisciplinary 的，到时会有 data science slash finance engineering， data science slash maybe biological science， data science slash maybe social science， 就到时候他的 as far as I understand， 他那个大数据的 master degree program 将会是 multidisciplinary， 然后跟各个 faculty 结合起来做。这个我和你俩商量很久，我认为这是个 right approach， 啊，现在你把它放到 computer science 也不对。独立搞个也不对，因为你说的这个 data 都来自各个不同地方，所以学校正在做这个 effort， 希望大家多支持。校长你好，我是 FST 的学生，然后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您，就是目前大数据在学术和应用领域应该如何去界定，它与传统数据的处理主要区别是什么？你好，谢谢。我认为只是传统数据处理的一个延伸，无论是传统数据的处理还是现在的 data mining， 或者数据的采集，我们把它叫 物联网也罢，传感网也罢，等等等等，这些就是按照我的观点，因为这个教授是可以讲话讲的，就是不是这不是代表澳门大学讲这个观点啊，这是我赵伟私人观点，这些的努力就跟2000年前秦始皇建长城一样，是很好的努力，很伟大的努力，啊，但是是很原始、很粗糙的努力。我们急需来探索数据科学，使之我们这些努力可以科学化、高等效率，造福人类。Dear Professor Zhao, sorry that my Mandarin is not that good, so allow me to speak English. Yeah, I have two questions because I know you are the experts in like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higher studies, and also a professional in computer networking, right? So I have two questions. One is that for big data, we have say there's a lot of study need to be integrated, not only about computers but also like statistics or about like general education. But you can see that in our like Chinese societies, we put like the general education in our higher studies. Do you think we should push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mbining with Asian studies like into a high school or even from the primary school to start letting the students knowing that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studi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ke big data or other multi-studies field? My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I'm also a network engineer, and I'm trying to approach like in Macau, like LoRa or different other techniques, especially in wireless techniques, in using grabbing a lot of data in Macau. So, which kind of technology or which kind of way will you approach or recommend in Macau? Because you know, in Macau is a very small place, and you know, it's really hard to you know to propose like the China or the Taiwan technology to be the use case in Macau.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 in that? Thank you. Let me answer second question first. I'd like to reserve the first question to the very last. Okay.Maybe answer 葛万金 question, I will answer your first question. 所以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的教育应该怎么走向符合我们时代的潮流。Basically, that's what you're asking.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澳门啊，在这个大数据环境下我们到底做些什么可以对澳门可以把澳门搞好提升澳门的这个地位。互联网经济现在大家都讲你讲 big data 经济吧互联网经济吧 basically it's all the same thing, OK? 这些经济下面大家听起来都很兴奋啊分分秒秒我们可以搞个 app 就可以卖钱了分分秒秒我们搞些数据是不是赵校长讲了 data 什么什么我就可以做啊那么这是个 good news, 但是我也有 bad news for you,就说互联网经济也罢大数据经济也罢等等等等或者现在所谓人工智能也罢
这些经济下面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对澳门非常不利的事实，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这个经济它是赢者通吃的经济啊。我就举例子，比如说你像这个共享单车这个事情很清楚，它是利用了互联网，你可以上网来交钱等等等等，很方便就搞出来了。这个想法并不难，但是你要你看他为什么一上来他们会这么搞，现在大陆那个共享单车据说什么地方已经成灾呀，对了多少，就是因为他要赢，因为那些人很清楚，他们很聪明，我们 IBA 的老师把他们教得太好，他们非常清楚，这不是说我在珠海的某一条街道搞一个共享单车就行了，不是说我到这个比如说深圳的南科大校园搞个共享单车行了，赢不了，你要搞就得把全中国吃下，多少多少亿砸进去，钱先将大家先免费用，去这样去抢，这样去拼搏，这个背后的浪费我不谈，但事实摆在面前，不是你我，不是我儿子可以做的事。所以我说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互联网经济尽管你可以说我们在澳门可以搞这搞个那，但我会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无论你是本地生还是外地生，无论你是在澳门发展还是将来在大陆或者在新加坡香港哪地方发展，你必须要有一个全国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想法，就你必须要去吃全世界，要有这个气派来启动，只想在说我在澳门做这个事情，一年两年内可能可以，短时间内可以，绝对长不久啊，因为他的赢者通吃太厉害，赢者通吃太厉害，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刚才为什么我就问第一个问题，其实 internet 这 internet 它的好处是全世界的网都可以通了，但那坏处就是因为它通的这么好，其实它的各种边界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所以你很难对这个某一个行业做地区性的保护，将来会越来越难。而且你就看大陆，其实应该说大陆过去像我小时候封锁封得很死的，现在就一步一步放啊。这两天不是说奶粉过去炒得纷纷扬扬的，大陆现在奶粉零关税了，不用再到香港去买奶粉了，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OK, the second question, 高等教育将来的走向， I reserve my last answer to answer you. OK,葛先生，八月份的时候邀请了马云来澳门，跟澳门政府签了个 agreement, 就是什么发展大数据啊，跟澳门的经济的关系。但是校长在这方面，因为你是专家来的，你看澳门政府能利用马云这个高科技把澳门的经济，最主要是把澳门的中小微企能发展起来吗？它是一个表面的工程，还是一个一个好话，已经是什么情况？我看我们中小企是非常困难把它的经济发展起来，能利用大数据的这个科技吗？谢谢校长。Let me leave the politics alone, OK? 我们就其实我刚才已经 half answer 这个 question, 大数据互联网绝对是新经济的引擎 ，OK? 这绝对你现在我会说，无论是基因工程也罢，等等等等，我为什么我们这个数据，data science 的 master 为什么我们没有放到各个学院去，就是因为它几乎跟大家都相关，可以说各行各业你都离不开是 data driven 的 industry, 这是个事实。所以在这意义上讲，大家无论如何应该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大数据，来想，这是对的。我觉得政府的努力应该说是值得表扬的，就是说至少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就说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中小企在打造智慧，因为它是要做智慧，你打造智慧城市的时候，如果你只说我要只把澳门智慧了，做不长做不久，你必须说这么讲吧，智慧城市技术其实世界各地已经很有，我们必须说有哪一部分我们澳门要做得好，做得强，做得世界第一，哪一部分我可能要买，这个是个 strategy,应该是要仔细的想好，我们只能相信马云的智商
会想搞定这一点呢？我想，说到这儿，其实也就是我最后想回答的问题。刚才这个同学问，就说，那你高等教育究竟怎么走？那么我刚才其实倪校长给大家也看了一个我在中央电视台讲过的一张照片。我在来澳大之前呢，这应该在2003年，我还有一头黑发的时候，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有过一个小小的讲演。我想我先把这个放一放，然后我们再来。我想从中美大学有什么不同来谈一点自己想法。Hold on a second， 这个我们就讲这个吧。这个我发现在中国国内，我们现在提出要这个做世界一流大学，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只有一种，有很多种。我是来自德州 AM 大学，今天在座比方有斯坦福大学，那大家当然知道说斯坦福大学比 AM 大学要好得多得多。给大家讲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在7年前在 AM 大学计算机系当系主任，当时我一上任以后呢，当然说老实话是雄心勃勃，我就跟我们的院长讲，我说我要把这个系啊办得像麻省理工一样，比他们还好。结果我们的院长说，不，赵薇你慢一点，他说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今天把麻省理工搬到我们 AM 旁边来，仍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要上我们 AM 大学，不愿上麻省理工。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不同的大学它有不同的特征。后来这个东西还真被证明了。我还是在当系主任期间呢，我后来到摩托罗拉去开会，那么他把我们系主任叫去，就希望叫我们给他产生更好的学生，更多的学生，告诉我们这个教育中有什么问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我们 AM 大学呢在美国不是前十名，可能都不是前二十名，现在在州立大学里排前二十一名。我说你叫我来干什么？你就到斯坦福去啊，到北大清华，到麻省理工哈佛去招就好了。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们做过统计，他给我看一张表，他对他的员工按照不同学校出来有12项指标进行审评，比方说有怎么样做 team working， 比方说有创新性领导才能等等，做了12项指标。他说你看麻省理工在创新性很好，斯坦福大学出来领导水平很高，但你们 AM 啊没有一项是第一，不好，但你们 AM 在12项里边都是 top three。 他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你们的学生，你们学校有一个特点，你们学生出来比较完整，有些学校出来他非常适宜当 leader， 但他当做 team member 他就不行了，但我们既需要能够，我们需要各种人才，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所以我想这个办学的话，我们需要有个性化，这个也是中美办学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 I think this answers your question and his question， 就说在现在的大数据互联网经济条件下，我们无论是要发展澳门大学还是要发展澳门，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个性，必须 different。 实话实说，那就是澳大，这也是我过去几年和大家一起努力的。我们并不希望来简单的抄袭 MIT、 哈佛或者北大怎么样，我们就是澳大， We are different。 那澳门发展这个智慧城市技术等等等等，也必须是 make a difference。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经济要求 everybody to be different， 这就是我今天的结语，谢谢大家。好，谢谢校长，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多谢赵薇校长。